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77集，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 Shadow Striker 影武者。这一次推出的 Deluxe 玩具里头呢，我挑了这款给大家做第一个分享，因为我觉得它的车型蛮好看的。其实它是个女性角色虽然它是Cyberverse 近几年的作品，但其实那部动画我已经没有看了。那甚至于说这一款玩具其实它的造型来说是结合了2001年的 Robots in the Sky 里头跟 Cyberverse 的一个造型，是相当两者是有做一个简单的融合的。那为什么这么做，那我就再提一次，传承系列是有点类似于 SNK 的格斗天王它是把变形金刚很多系列的人物呢凑到了一起，然后都会做一些修改。那同一个人物呢又会在不同的系列里头呢被挑出一些特点，融合出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在传承各位这样应该能了解了吧比方说这个龙虎之拳的角色呢，他们这个在格斗天王九四的时候他们发动霸王降火拳是不用扣技能表的，所以他们在九四的时候特别强悍。没有玩的人不懂我在讲什么，好吧，就是一个老人碎碎念一个老格斗迷的碎碎念。好啦，那这款玩具呢我自己觉得算喜欢首先它的关节紧实度绝对是妥妥的，没有问题。塑胶呢从画面各位应该能够感觉出来它是挺厚挺扎实的然后没有球形关节都是这样子的一类的一个关节。那手部的造型比较特殊，它的手不是从身体连出来你看到吗，它是连到背包再从这儿出来。但是这个我完全是可以接受，因为这个造型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是可以的，除非你真的要从这边看你才会发现它的手怪怪的。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可能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面雕也很好看银色的漆面我觉得这一款的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感觉。那胸口的话呢，由于是这个 muscle car 的一个引擎盖，看上去有很多管路你不想就还好，你一想说如果是人的血管或是脑浆在这里就觉得有点恶心了，对吧？然后背包给各位看一下，它是两片的一个翅膀在后面。如果你这个武器不喜欢拿在手上呢你也可以把它扣在这里还有一个完美的收纳收纳在后面。那么呢它的手臂上面呢有点意思说明书有说是他可以拿这样的，我不晓得这样不是变成一些武器，但是他没有一个能量键还是什么，因为动画片我还是强调有动画片我没看。那以及呢他的身上可以拔叉的部分呢还有这个手上的这个小臂盾，那这个小臂盾的话呢可以扣在这里那我看到说明书的时候好像是左右手都可以拿了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应该是有致敬到2001年的 Robots in the Sky 的一个玩具，他可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造型所以他这也是一个致敬了那另外一边的这个护盾你是可以左右，你要两手交换拿都是没有问题。变形的时候呢，可以不拔掉一体变形，但是这个部分车尾盖是一定要拔掉，一定要进行一个拔叉的。那其他的可动的话呢，就接着给各位说首先我们把这个东西扣好。手臂的可动360度的转动呢，基本上都做不到了，为什么呢？直接到这儿就卡住了，对吧？这个造型比较另类一点，平举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转动前后手肘90度，拳头可以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关节，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脚前后侧踢，膝盖的话呢弯超过于90度，这里有一个凸在这儿，这个变形的时候呢卡住所以就是各位在玩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要不要把它给扣紧。脚踝呢有一个接地脚掌也是很大，人物的站立性呢可以说是妥妥的没有问题。那由于手臂特别后面的关系，所以你要摆一些大开大合的动作的话呢反而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加分。后面这个地方飘起来的话呢好像有一点类似于披风的感觉如果你再这样子看对不对，感觉是不是更帅当然我不知道动画片里头后面有没有这两片部件Anyway 即便你不认识这个人物来说，我也觉得吧这是一款以官方现在的水准来说也是一款不错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了。我们来示范这款 Shadow Striker 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这个背包这整个部件的话呢整个把它给挑出来，然后往前面压下去，这里整个的要压下去，这里的话呢也往前面推，这里注意是一个双动关节，两个双动关节这个双动关节整个是要整个完全给打平这个距离才能够拉到正确的位置上面，然后呢这个两块部件就往下面转下来到这边，这里也是一样先不转好了，我们先推这样，我们再把腿呢给往后面放，这里，然后呢膝盖往上面不对，还是得先翻这两片部件翻上来，然后呢脚呢
往前面推啊、不对，顺序还是不太对。这个引擎盖这里翻出来，我太急的把他的腿给打开了啊，对不起大家。好，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空间这里就腾出来了。我们把腿呢往后面放，它在扣两个地方，大腿内侧对一个黑色的凸，还有在尾部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它一样要扣这个黑色的凸啊，所以就记得。那我们就是从稍微绕到外面侧边扣进来之后，啊，再把后面这里给扣上去。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的，如果说各位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先把后面这个位置呢，后面那个双盾管理里面完全拉正的话呢，这个卡扣会扣不到。好了，两侧捏住之后，我们再来扣住后面这里，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好，扣上去了啊。那到这里差不多了啊。你看这个手臂啊，注意，手臂跟这个紫色部件也是有一个凸跟凹要结合的啊。我们把它翻出来给各位看，大概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在这边，看到吗？这里好，要跟这个紫色的部件这样子把它给扣下去，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然后这个双盾管理这辆卡下来到这里，好，然后引擎盖顺势的往前面给压下去，好，压下来，然后两侧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合了。好，整个都给压下去，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给扣过来。这里啊，其实它前面的话呢，就是是可以卡得到的，请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盾牌跟手臂那个双盾关节啊，其实它你戳的它有时候会戳不到位，那戳不到位的话就是就是会变形不到位嘛，对吧？然后最后这个引擎啊，不对，后车尾灯把它给扣上去啊，压好，压密合一点。OK， 我们这一款这个 Shadow Striker 呢，变形就算 OK。但是呢，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不管我怎么去调整啊，我总觉得好像我的这一次哈、啊，好像都变得不是很好。我不知道是我的变形没有到位呢，还是说什么样的通病啊？那滚动性倒是还好啊，相当的 OK， 挺顺的啊。然后武器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说法是扣在上面，但是我是觉得比较蠢啊，比较蠢。那如果说你要扣在后面也是可以，但是这个洞会比较紧一点啊，看你个人的喜欢。然后车型其实有比较小啊，一样是 Deluxe 的，你可以发现它其实缩的又更小一些些，但是挺扎实的。而且它的造型是我喜欢的，这个一个 Muscle Car 的一个样子，前方的涂装有一个科技的感觉。那红色的透明部件，那这个有点红色的这个轮框嘛，应该是要营造出它一个科技的感觉。那后面这块部件的话呢，它这里这个缝隙哦，我觉得不能算缝隙，它应该是要营造出这是一个尾翼嘛，然后尾翼跟后面这里有一个区隔，我猜是这样子啊，所以应该是不可能说完全压到底，应该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那么其他的话就是一个做工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款没有什么问题，非常非常中规中矩。那变形也是比较简单有趣啊，唯独这个地方扣下去的时候，有初次玩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均匀的一款官方 Deluxe 等级的玩具，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